你让龙人一去北码头，为什么让你去西岸啊？调虎离山，他们是想逐个击破。可是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杨洋在哪儿。不行，我先去西岸码头。不行，那咱们签约仪式怎么办？静美，你先陪同路易斯。签约仪式，等郭仙妮来了，我授权给她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路易斯 ，I have something to go. Let her take you. OK. OK. Thank you. 我先走了，注意安全。好，路易斯，这边请。Thank you. 放开我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放开我！你就是那个龙日一，少废话。洋洋呢？有，还挺横的。 行，今儿个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畜生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卑鄙！你们在哪儿呢？我已经到了。 在找罗阳是吧？跟我们走，快走！进去！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畜生！臭丫头，闭嘴！哎，等等，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。不用看了，我来了。海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洋洋，你放心，哥哥一定会把你救出去。老实点。 我又不是龙家的人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快走！放开他，闭嘴！有本事冲我来！别动，我这刀可不是吃素的，把他给我绑了。大哥，来信了，让我们赶紧把人带过去。大人，我们走。洋洋，你没事吧？带走。这有机会就见机行事。 快走，别磨磨唧唧的。这里是本城商学院的大礼堂，然后等一下会有很多的学者和嘉宾陆续到场。然后这边是主席台，等一下签约仪式在这里举行。接下来呢，会有我们本城商学院的校董跟您进行交流。静美，瑞林，哎，谢妮。Hi, Louis。Hi, you're so nice。快走，快点，快走。看什么看？快点，快，走。 走，快！我别踩我！你这样，快跑！快跑！哥哥，快跑！快快一点！